两个钱，后边就两百两包。哎，两包，好，来一个啊。两百块三百钱，后边帮我放我的五号牌子。来两包，来两包三百钱，看他几多。来两包一个，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哦，三支鸡腿哦，四支鸡腿哦。来五支哦，两支，一支鸡腿，两支哦，两支哦，两包了。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鸡腿，五支哦。你三几个三？好两米啊！哎，两百块嘞！哎，两百！你望你讲，哎，鱼翅跟到我无？六来八两百。哎，两百哦！够两百只，哎，那个鸡腿也无？哎，两百！哎，有啊！哎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系啊，系啊。这以前你话讲起来，一个嘞。收票，阿四来，你听我讲哦。你讲真正时间哦，时间的过时安尼啦，逐工啊。一天啊，吼，一更一暗，一更一暗，你时间你过有够紧的紧啊！连明年要搁到啊！啊，我来讲，逐年的过年啊，拢是我这包卖了上好的这包。是啊，这包卖了上好，因为这包是我公司内底料上济啊，嘛是上大包的干贝、鲍鱼、鱼翅、佛跳墙，一鼎外重，三斤半，你会当看好嘛呀？这一鼎用的规口十尾只拢有啊！一鼎外口用我小加一个红啊尔，无甲恁赔嘞，八百块起条，好不好？赚赚钱啊！我招一个，招两个，招三个啦，好不好？卖招八百、卖七百、六百，大包规碗拢了，新价钱的五百来了。哎，五百。有两要食干贝鲍鱼鱼翅佛跳墙的无？五百块。哎，五百。拢有啊吼，啊，这我讲完先。你若只要搞买五百的人家啦，我一鼎给你啦。七斤啦、啊，你冰起来豆豆吃啦，好不好？七斤啦、啊，三个鸡翅啊，五百了。哎、欸，五百、喔。来五百块，上面吃干贝鲍鱼佛跳墙的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有啦，咩佛跳墙的无？拢有啊，哈，都有了。唔好买过试吃看卖，我紧。你要五楼试试看看。你要试试。有啦，咩试吃无？你要五楼两百五十块，拢有啊，哈，谢谢。来，你要吃啥？你跟我讲。来，你无你帮我试吃，人家无兴趣，咱就收过。你吼、哦，买卖咱袂当强求，你听有意思无？你规划无呢？今天有下巴尔，哎，今天只有下巴而已。于是你要食鱼翅羹了，来，鱼翅羹卖个卖个膜，足忝的吼，你挂起来好啊，你话卖牛排好啊，你话卖牛排，你先挂，睇下顶挂了，我等下好，我先卖只八块呢。来，你讲人要食这個，你先讲一包过来，我卖好无？一包上好食，嘿，继续。来，讲人要食这個。无食旧的卖买啊吼，无食旧的卖买啊吼。这是牛肉馅饼，给人家看。一包的爆汁，煎煎的就好啊，给人家看。来，你若要食牛肉馅饼，这煎的就足好食啊啊！来，一包三百、五百拢免，你要一包、要两包、要三包，你家己讲。来，先给钱的人家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我若要食牛肉馅饼的，无这上好食啊。一百块，真的好吃啊！还有一个，一包有人要吃馅饼的咯，一百块俩，一百块。还一个啊！真正的就做好吃啊，我无爱互相讲。伊这哦，一斤的馅饼哦，你甲真看嘛，就食到你饿落去啊！一百个要爱无？一百啊！一百块，哎，一百，好，来换一个了。我给你，就弄。弄啊！我吃啦，这真正的，这一包无几多包块，一百了。来啊！这个有人要吃这個？啊，无啊，这个美女这嘛无啊。有人要吃葱抓饼无？一包十块，卖三百，二啊五四个人家拢无啊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有人要吃葱抓饼的，一百啊！来两个啊！一百块尔，最后两个一百。哎，三个啊！谢谢侬啊！最后一包一百块没有了，谁要？哎，一百哦！给你啊，弟弟。我给对饼啊，最后我一个一百，我卖个头。最后一包我也一百块了。最后一包。最后我一个一百块了，咩来？最后一包。拢有啊，拢有哦。第一个买是啥？应该是这个哦。哎，你这包再卖给你好不好？十块了，十块钱卖你，好，十块给你。咱做行李哦，就是简简单单。来，今日要结婚。来，恁听我讲话哦，恁写恁桌顶写啥，恁敢看有？这个白白片啊，这白包啊，以前你甲煎落伊个肉咧，叮当叮当啊，脱脱离啊，做扎实的迄种脱脱离啊咧吼。来，我来讲，这两个烧米酒用煎的就做好食，爱食白包卖五包，卖四包，一个人买一半了吧？新价钱两包来了。哎，两包啊！有人要食白包个无？两包空。哎，两包。这种煎的你好多哦。来一个。这条鱼也来啊！我你有啥比拖腿鱼好？两个啊！来一个啊！来两百块，上班起来。两个 OK 啊！
要吃白包的无？这六千无好吃，其他情况。两百块。来两皮啊！来两百块，上面吃两包。来两百两皮啊！有人要吃白包的无？两百块了。哎，两包。来，我这碗汤哦，已经煎了伊的八斤了，那土托鱼啊。啊，这是白包，即摆白包比土托鱼贵啊嘞。迄、那个我来讲哦，我招起阿无，二四六八到十个人阿无，十个人客人，今仔日恁来甲我比两百个人客哦，我再搁送互恁吃好无？我分配互恁啦，啊恁今仔整整食起来啦，好无？我再搁互恁啦，唔免三百二啊五百哦，两百三百吃两百，两百，有人要吃八百个无？两百块，我收两个啊，真胖啊，再搁真正胖啊，这个我再来讲啊。这条鱼啊，吃一个，你后礼拜就来啊。系啊，这也别讲个啊，两百块了。哎，两百三个。你阿妈这今麦一箱起偌济哦？真正无甲你好笑讲个，起甲你心袂够，好不好？来两百，三百吃两百。哎，两百啊。个人要吃白包啊无？我收三个啊。他说你吃什么吃啊？炸鸡哈。啊，这老我鱼这也是啊吼，哇，足济大迄个排骨啊，这也是我鱼骨来大，排骨爽啊。我大概啦，恁阿未来之前，我拢去试哦。我看只骨来头前啊，一大骨来跟排骨酥、排骨酥啊。来这个你来，迄、那个两百几个，啊两百三个啊。来弄啊，我是。伊这白包咧烧一碗米酒，盐落去蒸蒸就好啊。这拢无啥物未够。来弄下片。两百。来两百。来啊，阿婆咧，你来哦。我叫一个，你莫急嘛。哎，两百啊！大家看，加价看，安尼还实在啊嘛。再搁送一点吼，大家加价，莫紧啦，欢喜了，来啊，阿婆安尼啦，你若感觉无够吼，我再搁加讲给你拿吧。来，免三包吼，我再搁送你，来两包给你。哎，两包，两百块，都莫起啊，莫起啊，真正。来，两百块给你。哎，两百。搁有人要吃白包啊？无，哎，我讲真正，我捌吃咸的哦，我捌用这济哦。金龙沙四五六七八人计就好啊，先计钱啊，有安尼啦，上好啊，凊彩。来两包啊，两包啊，两包啊，我收三个啊。再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三包收起来，两包你就好啊。两包，两包，两包来，两包来。再是几个？我收三个。莫计啊，莫计啊，六个哦你，三个。来两包，起码给个，来箱子给我，来谢谢，感谢，来感谢，感谢你啊，来那个过来要吃什么？上面吃鱼翅鸡，五百，这是干贝鱼翅根哦，这真正两斤哦，这真正五啊五嘞哦，啊来我来讲，一千的，感官三个人家，一点五啊五两斤当干贝，我来讲这哪只干贝才大粒，我真正讲你，唔免请你啦。两鼎四斤重啊，唔免让你家一千八百收起来，三个人家上千块钱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干贝鱼翅跟三百块了，两个啊，三个啊，三个啊，那个一个数啊，三个，三百啊，走了，三百啊，先给两包个，我白吃问题，两包了，我先看过来。沙巴够要吃哦，沙巴，沙巴，来五百，十六百，拢有啊吼，都有咯。哎，你有人唔买票，佮要试吃无？百五，你食看嘛，这好吃啊。百五，人要吃无？哎，百五啊。这熟个啊，这当然用我烧的，足好吃啊。这包别遮久啊，真正，大家嘛好落的。百五够要来无？百五啊，变一个啊。来，好有啊吼，来，今日鼻子给麻白好吃无？咸鸡巴我吃。来，你搞迄个鳕鱼大肚好无？啊，这恁是那边咸猪肉好不好？这咸猪肉等下你真正的做好吃。恁若要吃，你吃咸猪肉，我爱花五百、花四百，你收起来啦。一个人要一份就好啦，一大条的啦，三百来就好啦。三百啊！有人要吃咸猪肉的无？我这条搁送你好不好？先加钱，搁加一条啦，大条的啦，三百。哎，三百。个人要吃咸猪肉的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啊！要吃吗？咸猪肉。哎，三百。鲜的也好，烘的也好，炒的也好，到人要两条，百五这大条的，百五。边啊一个啊？好停。百五啊，三百。百五了，安尼嘛百五了。百五 OK 啊。好 OK， 是八五，八十五，今仔到大伊啊两两一千啊，百五够要吃啊无？百五。最好吃嘞，伊个咸鱼我家己嘛做爱吃啦，伊这哦未死咸，未死咸啊。来，你后边我当坐八十五帮我找迄个后边迄个头，谢谢。哦，手无够长条。来，八百。百五一个手条。来，来，你明仔你甲扑落行。我来讲啊，提牛包加配啦，擦擦味啊，继续行来出行，系啦，加啊，你边啊要夹平啊，无啦，边啊收啦，只要你加五个塔起来，你边啊要夹平啦，
我还讲话钱给他给你啊，跟你们拼了啦，跟你们拼了，你知无？来，注意看啊，这上面纹路，这上面纹路，这叫大理石纹路啦，这叫大理石纹路啦。这人讲啊，迄、那个 CH Choice 安格斯板腱瘤的边角肉，边角肉你知无？边角肉，这等个切落用叉呀，用钉的啦。猪头之间的猪杂、猪骨肉片拢做好起来吼，切切落来煎落去炒啊！爱姐，花你三千、两千，唔免啦，先给钱哦、喔，一千六，一千哦，一千块上面一个臭鱼哦，一千哦，一千块上面一个一千块，来这边一个，收钱啊，收钱啊！我那人咧直播就强调呀，你敢知？老鱼扣起来，看咱帮我扣起来就老鱼，来收一个，一千块那那看人家，那无那妈帮我帮忙一下，一千有哪么子哦？一千，来一千哦，有哪么子臭鱼哦？一千，来这两条够你了。这三地够你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欢喜就好了。来，这三地够你了，一千块有哪么借？我一千块。来一千啊！一千有哪么借？我一千块。来一千收一个啊！来，这两地够你了，到清楚，大家好好算啦，卖点麻烦啦，拄啊好啦，刚刚好，听听，拄啊好啦，真正啊，一千块。来一千啊！一千有哪么来无？来我收一个。啊，无我加两地哦，你我紧啦，一千啊。没有，你欢喜些啦，一千上面借一千啦。有哪么借？我一千。来一千啊！伊这是安格斯的哦。一地够哩，一地够哩，一地够哩。全部我来讲三个了，一千块一个。来一千了，来几个啊？一千啊！再一个七千了。一个。一地够啦。先给钱，你若买着，你起来用完。一地够，一地够来。最后搁一个人加给钱，一地够哩。来三个了，来一千了。一千块上面几个？收一个。就是一千。来一千了。有哪么几个？我一千块。